探索公屋了，手机城市 APP，不是要这个了。你看都会出现那个商业广告哎，这个是什么？搏击呀？这个武术的呢哈，这个好像是跆拳道的还是空手道啊？泰拳道，跆拳道，搏击。这么多种的图啊，这真的功夫无数的图，这童子功啊。跆拳道的还是空手道？跆拳、跆拳道、跆拳道的，跆拳道的了。哦吼，这是练武术的，好多照片呢。嘿，这种手机程式 APP。就是跟那个武术功夫有关的照片都编辑好，然后用连接，用连接显示。你看这么多种图，还有慢动作，你看。手竟然还可以变这样，脚竟然可以抬这么高，就练武术的呢。我们不能学这个商人呐、强中自有强中手，不能学这个用来伤人害人的，害人还有法律处以极刑，逃得过一时，逃不过永远的。还一生逃得过，还有那个死后审判，还有因果轮回，投胎转世还会继续找报复呢，真麻烦呢，只能用于那个运动比赛，不能用于那个杀害人了。这女生是学这个防身的。女生比较没有力气哦，可能不能是用，不能靠那个体力，应该是靠技巧、智慧。你看那个手脚都很可怕的，脚一踢就踢到那个下巴喉咙里面。功夫有这么厉害吗？
会踢到要害，你看，顶到那个喉咙，你看。要有胆识，还有体力，还要有那个智慧技巧。哦，你看，它内容很多哎。哦，这七个穴位，从头顶到眉心，到喉咙，到胸部、心脏，到肚脐，到丹田，到会阴，功夫了。